请问是周先生吗？是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样子啊，你准备好就直接开始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我的眼前为什么一片黑啊？我看不到了，越来越模糊了。下面一位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赖拿云，身高165，体重50公斤，我热爱演戏。下面一位。什么？我都还没开始演呢。怎么都长这眼睛那么小的？眼睛小会得黄斑部病变好吗？好了好了，你试试。你已经中了我的幻术，现在看东西都很扭曲。下面一位。一开始。啊！我得了黄斑部病变了，现在看到什么都是黑影啊。可是虽然我的五感少了一感，但是我现在力感得到强化，我现在是听的超人。你有听到吗？我听到一个女孩在哭啊！我现在要去救她。导演，你不要这样啦！我很便宜的，我1000块就可以了。你不喜欢这个情绪，没关系，我做另一个给你啊啊啊啊！我视网膜受伤，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。怎么一堆飞蚊啊啊！我这样开车很危险啊！没关系，我现在是听得超人的，听得出道。下面一位，怎么都找一些这些奇怪的人啊，你自己上去顶一下啊！啊，你来了，老板，你知道你这种糖尿病体型，反而是黄斑部病变的高危险群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在你后面，你先。啊，关灯后继续使用3C 产品，我的眼睛要瞎掉啦！不要再看了，保护你眼睛吧。我的眼前为什么一片黑啊？现在看东西都很扭曲。怎么一堆飞蚊啊？啊！我这样开车很危险啊！知道你这种糖尿病体型，反而是黄斑部病变的高危险群吗？要瞎掉啦！决定是你，对，决定是你。好，那我们8小5000加平面1000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可是导演，我行情是15000哎，这样。把那个超人找回来。